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飘飘，祝大家清明连假快乐。我们现在呢要出门了，等一下再见，拜拜。玉彤，你看天多蓝呐、啊，蓝蓝的天。彩虹房子啊，不是这个，到了到了，到了到了，外面没得听。三井欧雷，三井欧雷，这样跟爸爸牵着，牵着，来牵着，牵牵着手，牵着过马路。会不会带到室内？还是带一下一头，带给妈妈看，带给大家看一下。好棒哦，好棒哦，走啊，好，快点带啦，走了。一进商场门口，有种到了日本的感觉哦。这间欧类卖的东西主要是偏日式的。这边我们也有3年没来了。上啊！这家因为开在市区，过来也是很方便的。妈妈的包你背得动的？你爸爸。哎，真的好哎，帅气哎，很帅耶！爸爸戴这个帽子好看吗？好看呢。想过来看一下衣服，但是具体也没有想好要买什么。哎，如果看到有漂亮的、适合的，就出手。兴奋的芋头。很多花、啊，这妈妈在又要拍了，妈妈最喜欢花了。节假日哦，人真多。等，我们找一下男生的，男生在哪里？这裤子有点厚，干嘛你给他放放好？啊，你喜欢这个？不喜欢，他衣服怎么都那么小啊？很小。盖子的儿童的衣服尺寸都好小，这边都卖玩具的，玩具不好找，不好出去的，什么都不好找，走。想你想吃铜锣烧还是吃吐司？那不是有不有冰淇淋的呀？那就有冰淇淋的。今天这边买二送一，但是今天已经马上进冷冻了。这边你要吃吗？不要，那我当然要不吃了。你也吃啊，我可以跟他一起吃啊。过一下。一只90，两只150。买好了，一个饼干装的，一个杯装的。别买一个。搞笑了。吃冰淇淋最开心了。呜呜呜呜。芋头啊，哥哥一下买了4件衣服，买了4件。800块一件，这个要不要啊？哎哎，
哈根达斯哎、欸。买二送一。那等一下再等一下再去看。然后这个的优惠价600。哦，好的呀，好 ，OK。这个币是1枚5块。妈妈买了。玩这个。那你玩。两个投币。你给爸爸看，这投几个？下几枚？这个。你要看好再下一啊！啊！不要！是辣的好了，这辣的，这个辣，辣的好吃。嗯，拿着，你要付钱。啊，给我，拿毛巾。拿这个来，拿这个来，付钱呢。有两个呢。你要付钱呢。嗯。好了，给你转一个啊。你自己选一个。走吧，叫爸爸开吧。这个就吃什么蛋包饭的，吃就蛋包饭的。这种鸡块的，鸡块。可以，这个也投给你。那你要什么？先点再拍。一桃，一桃。反正你先选这个，然后再选这个。妈妈帮你拼。一人份的。先买一个这个。你吃啊。嗯，是吗，一桐？来了。嗯。给你弄个黄瓜，来，一桐给你弄个黄瓜。嗯，吃饱了。啊？不要吃了啊。餐点来了。我叫了一个猪排。包饭吃，哪哪都是人啊！对，可以啊，这个。那汤匙给你好不好？像你们有吃过这个的？有啊，学校也吃啊，不够哎。你帮他淋一点咖喱。咖喱要吧？咖喱。咖喱，等下他吃的辣哦，有点辣的。不会、啊，这不会辣。他不是我买的甜咖喱呀、啊。不要。Hello。哎呦。好吃是不是？好吃，吃。哇哦。马卡龙设计，孔通头，这也可以啊，浴室用的。这个好像是个一挖就有。对啊，对啊。我也想买帽子，芋头，你帮妈妈选个帽子。帮妈妈选个帽子。帽子行不行？
这不是马耳朵，这是个模型。对啊，这也不是马耳朵。这个太热了，你看那种，看那种。还有四九。啊？这个太热了。但是也不行。不然我们两个人一人买一个。你帮我选个颜色好吧？哎，你不要戴红的好吧？不好看。红的。你不要戴红的，红的不好看啊。红卫兵啊，红卫兵。这个行不行？你后面我们这个。啊。这个是。哦，这个。我看看就好。你不要戴这种淡的、浅的，你戴深色的。看看。好难看，好难看的颜色。不难看呀。啊，不难看啊。儿童的。放好。好啊。下面拿去放好。那就放错了，放哪里？本色。可以，这可以，这个的。可以可以。不然就黑色，我觉得这个试试看，这个试试看。这刚试过了。你觉得哪个好看？这个。你戴这个给我看一下，你戴这个前面白色的，这个我试试看。墨镜。OK。啊。你看呀，你看，这小孩子的。你戴这个我看一下。啊，你就这个可以了，这个可以了。你前面一定要有那个有一个这个白色的好看一点。这个 logo， 哦，黑色的上面，这适合你耶，适合你耶。七折，粉色，难看呐、啊嗯？干嘛？七折了，没有啦。我不晓得有没有了。这种呢？这种你看一下，一头，这是你的，小孩子的。好，你看一下。你喜欢哪一个？你说这个。那你戴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啊，我就下边。要叫爸爸把那个东西。好好好。嗯，对啊，可以的呀。好，想也买一个。好看嘞。啊。也买。我老公说这个地方太硬了。去买那个像珊珊那个一样。珊珊那个是小孩子，很小了。芋头都多大了呀？对啊，说买那种材质的。哪里啊？哎，这种呢？哪里啊？这种。哪里？然后这个很硬。这个你一跌倒，这个就整个这样。这个也可以啊。那种软的。好，再我们再找找看。这个也可以。这不好看。可以。这个颜色好看，这个淡的。嗯，就是有点硬，爸爸说太硬了，前面冒烟。我很想要。好，我们再找一找，帮你找好不好？那我们到前面再看看，好吧？那我们找比较好带的。他这个小孩子倒是打折的，打七折。两个都一样啊，全部是一样的。这个也，哎，这个也可以了。这个可以，这个没有那么硬了。哎，用用应该就好了吧？不会啊，这种我就是这样子。嗯、我是怕他跌倒，就弄到眼镜了。那爸爸给你买个这个好吧，一彤就买个这个好吧，这个，好不好？可以吧？这个你喜欢的是吧？是我喜欢。你再戴一下，我看一下。那叫这个。灰的，灰色的，灰的好不好？这个不好看，不好看，灰不好看，不好看，蓝的好看，不好看呀、啊。可以啊，妈妈牵着你，哦，好看呀、啊。好啊，就这个，爸爸给你买一个啊。你眼睛在哪里？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刚刚那个帽子哦，最高是白先生的，没有折扣，是我笑的。小孩子的才打七折，那我跟我老公就不买了。现在有了小孩子之后。大多数都是考虑它，因为是原价的话，我们两个就不考虑了。芋头，你还没扣好你的商标啊？啊？出来的时候是白天，现在变成晚上了。晚上了，芋头，晚上了。要睡觉。要睡觉了，芋头说要睡觉了。玩吃完呢，我们也要回去了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华灯初上，忽然发现这边周围好漂亮哦。各位拜拜啦。